五七星哦，现在是晚上8:08哈，今天是5月18号，2011年哈，这是我爸爸，我们现在在台湾台北市荣民总医院哈，172病房哈，第37病床，当爸爸在看电视哈，爸爸他们现在这边是神经医学中心呢，这是神经外科病房，我可以看到钟了哈，这爸爸，哎，爸爸你好。关于在有点的呛到，睡到，不能够那个，不能够吃东西。这是护理师哈，陈运竹，这是我爸爸的名字，因为这是我爸爸嘛哈。床，我是季星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没什么事，拍一下，你爸爸哈。